木在一楼，木在一楼。操，鬼在二楼，鬼在二楼。对了，我这边怎么场景没加载出来？我是透视的，所有墙壁啊啥我都看不见。不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往下看，就是你必须看，你才能看到。上一把就是这样，上一把就是这样。盯着地面走，你只能盯地面走，你稍微平视就完了。 你蹲一下也是透视，你蹲一下的话，它也是透视。哦，对了，鬼好像也是，鬼好像也是透视，没用了。对面玩小妮的话，鬼也是透视，没用了，这把没了。哎，小 OT 追我。 在地面走了，木在双排教室，木在双排教室，看只能看地面。大头贴还有心跳，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。在哪里？放过我奶一口行吗？你开个 R 吧，你开个 R， 我在你旁边站着。没看见水了。 我回家来叫上吧。鬼在追我，心跳没了，我不知道。遭到了，快点来拯救这个哦！ 来搞搞吧，他死角没用了。我他妈在透视，我操，我醉了。 都在透视，大哥都在透视。你上个楼梯，他一会儿透一会儿不透的，很烦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把你的视角斜向下45度就 OK 了，向下低一下就行了，低一点就行了。但是你上个楼梯的话，他还是会透，有时候透，有时候不透的。操，像这种东西我之前卡，在教室办公室。谁好像还在追我。鬼不见了，鬼不见了。去封土吧，你们谁要封的？我在一楼，土附近，在实验教室。 火合金在哪儿啊？大波大波，实验教室。OK， 我先救人。鬼在大楼梯，鬼看到我了，往那个招生办后面教室去了。那我去那个风水。鬼在招生办的里头。是，我去风水。入金吧。 第三个金，我去封第三个土吧，然后鬼在了，鬼在我这儿实验室。妈，别爬上去了，给我加点血。 治疗不了，老是莫名其妙就掉了。这也是。鬼二楼，鬼二楼。 兵我没了，打了七破了。